人总是喜欢将一些解释不到的事视为灵异事件，与鬼神扯上关系。不同宗教对鬼有不同的演绎法，无神论者更加将鬼神完全否定，到底是人虚构了妖魔鬼怪幽灵，定是魔鬼施了术创造了026 HK 026，会以不探灵、不诽谤、不妖言惑众的角度实行灵异透明化，希望大家可以用平常心去应对人世间的灵异点滴。嗨，大家好，又嚟到我哋 B 科学嘅时间啦。OK， 咁呢集咧，我系想讲一啲谬论啊，系你冇听错，系谬论。OK， 酒店圣经打开就系代表间房有鬼，听落都好好笑啊。OK， 嗱，其实咧酒店啦 ，OK，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無論現在大部分的酒店我還聽到很多謬論的。 Sorry， 我一定要這樣說，即是你覺得如果你覺得不適合聽的 OK， 那可能就是這個節目未必是真的一些，我們未必是專門去做一個說一些就是說未必符合事實的東西 OK， 那去 cater 那班讀者的 OK， 或者那班觀眾的 Sorry， 這個不是一個這樣的節目 OK， 我是這個 OK B 科學，我們是想講出一個實際一點的一個 point 的 OK。 酒店其實大家都知道一件事，美房有鬼，美房要敲門。我首先要講一件事先 OK， 酒店大部分 executive room 呢就一定通常放在美房的。為什麼？因為那裡沒有那條第一那條走廊裡面沒有那麼多人即是走出去走入的。其實酒店裡面有很多住客不停地即日夜穿梭，你知道走出走入，走過又會說幾句話，喝了酒又這樣聊幾句，半夜哈哈笑，什麼都有的、okay? 很多時候其實酒店除了用那個層數 去給不同的客人之外，甚至乎美房大部分不只有外國，甚至乎你現在你去到譬如說、國內一些，譬如說你去到他們所說的譬如那些大飯店，去到那些五六星級的 OK， 他們都是會將一些 executive room 或者 deluxe 或者某一些房呢是特別放在美房的，因為那裡靜嘛，不會有人騷擾到你們嘛 OK。 那好了，那酒店裡面的聖經呢就更好笑。喂，聖經我不代表所有的教徒，但我是其中一位，我是一位教徒 OK。 我有時去到即以前去出 trip OK， 住酒店住到美房 OK， 即是好好彩啦，嗰陣時即係公司可以俾我哋傾去用嘅六星級酒店嚇，非 business class OK， 咁一定係攞 deluxe room 或者係嗰啲 suites 啊嗰啲咁噶啦，一定係到美房噶啦。而美房裏邊通常唔理你邊個國家都好啦，即係除非某一啲你去到喂，譬如即係中東一帶嗰啲，或者有啲就未必有本聖經嘅，但係一般嚟基本上嚟講，佢都緊有本聖經喺度嘅。咁大家知道就話，執房啲姐姐啊 ，so busy，OK，、okay? 即係甚至乎而家成日都大家，我係一個潔癖人士，我周不時我都即係聽到好多人講，都係話，無論你六星級酒店又好，五星級酒店又好，嗱呢度如果有酒店即係做嘢嘅同事，可能佢會會心微笑一下啦嚇，或者會有啲駁斥啦。好多時啲姐姐都太忙啦，一步走天涯，係冇錯，你冇聽錯，係一步走天涯啊！他抹嘢都抹唔切啦，佢仲點樣同你開咗個櫃桶裏邊，同你冚翻埋本聖經啊？當然佢如果可以冚到嘅，佢就係會同你冚埋，執到死死正正啦。但係有時太忙啊嘛，你明唔明啊 ？Check in and check out 嗰個聖經就真係打開咗啦。而事實上，執房嗰啲人佢第一樣嘢喺酒店，除咗係 banquet 嗰個 department 之外，係賺錢之外，就係應該入住率噶啦。咁好啦，喺嗰度，咁你諗下 room service 啊，仲有嗰啲譬如 cleaning， OK， 嗰啲 char lady 佢哋做啲乜嘢？第一樣嘢入到間房裏邊，喂。有冇嘢？有冇嘢俾啲客仔立咗啊？refrigerator 個 fridge 裏邊嗰啲酒吧 ，OK？ 有冇嘢攞走咗啊？有冇啲 whisky 攞走咗啊？未報數啊 ？OK？ 有冇啲電器用品俾人睄咗啊？咁佢第一樣要 check 呢啲啦，然後先至去廁所、洗手間 ，OK？ 擺翻嗰啲咁嘅牙膏、牙刷啊嗰啲嘢，仲點得閒同你整嗰本聖經啊？嗱，事實上我自己瞓三寶床 ，OK？ 出 trip 真係太鬼悶啦，我都會開咗個櫃桶攞本聖經出嚟睇。
聖經是永遠看你看都看不完的，因為你未必可以領略到它裡面的內，即是它的真諦是什麼。很多時候你同一句話你看多幾次都不出奇的，當如果你 check in 了一間酒店，你要住幾晚的，你看完本聖經你又不想接巢它，那你怎樣？有沒有 bookmark？ 有沒有書籤那些東西？將本聖經反轉它或者打開它咯，打開了就因為希望第二天可以看回那段嘛。但第二天可能你又 busy， 有其他可能去見客，你未即夜晚可能有其他節目啦， OK， 自己一個人出去吃飯或者怎樣都好，你未必回到酒店拿回那本聖經再打開來讀的。那如果那位姐姐執房那位姐姐不空閒蓋回我本聖經，那下一位就一定會說美房聖經打開又是另一個零二六的故事了。咁希望大家喺即係去翻我哋零二六嘅宗旨咧，就係講一樣嘢，我哋係不妖言惑眾，咁就實行咧靈異透明化嘅。拜拜。